同修梦见很多人在大河边，过世的父亲也在那里。突然同修发现河里有动静，就喊大家快跑，结果看到一只有20几米的大鲨鱼，他嘴里拉着一只有10米多的大鱼。这时师父父亲不见了，同修找父亲，但是路被人堵住了。同修请问父亲已经投水族了吗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他最近梦见父亲被大蛇追。哎呀，非常不好。哦，好好。那他要念经化解是吗？走掉了，他父亲死了是不啦？他没说他。啊，死了嘛就算了，念点往生咒。哦哦，好，感恩师傅。嗯。